对于政府今年啊普发6000元的一个效应呢，我们今年的一个定息庆祝母亲节的定息率呢，有比往年大概增加2到3成左右。那因为我们这次为了庆祝母亲节的这样子的一个节日，我们有特别推出了像是帝王蟹啊，然后北海道干贝，还有像是我们台湾石斑鱼这样子的陆菜的部分。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像一些可以补充胶原蛋白的，或是说优质的一些蛋白质的，比方说像是花椒啊、海参，或是像是桃胶、银耳这一类的，也是受到女性的欢迎。那我们这次也有特别准备，然后放在我们菜色里面，然后让妈妈可以吃的养颜美容，而且可以就是照顾到健康，也照顾到好脸色。我们大概成长2到3成左右。那因为也就是因为疫情趋缓的关系，所以现在其实我们有观察到，就是说定息的一个询问率呢，其实从大概3月底4月初就已经陆陆续续有我们的旧与新知的客人打电话来询问。那目前我们包厢的状况应该已经都定的差不多，那只剩下就是说通常是6日的时候比较满啦。那其实在有一些人他就是会提前做庆祝，比方说像这个月4月底就已经有一些人他就先过来做定位的部分，然后先庆祝母亲节这样子。特别就是跟主厨讨论一下说像其实像女性比较在乎的，比方养颜美容的一些食材，那比方说像是桃胶啊、银耳这一类富含胶质的一些甜品，然后另外就是说像花椒，或者是说像海参这一类就是丁胆固醇的部分的，其实也可以帮妈妈照顾好皮肤，照顾好气色这样子。那您在车上可以稍微有空的时候可以来分享一下，就是让你品尝一下我们的一个小点心。